就是谁逼你走到捷径了，还不是你！都是樊书晨惹的祸，都怪他。不就打了个败仗而已吗？我输不起吗？这，陆总，樊书晨虽然是初出茅庐，但是颇有几分你当年的风采呀。有才华的人大多都是这样，性格难免孤傲些。我现在身边正好缺少这样一个帮手，到时候可以把他培养成。您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保证不会给您丢脸的。 想法，预见性、创意性、进攻性、完整性、灵活性和适应性，随着你整个的这新思路，构成了我们公关的方案。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我的接班人，你跟我一样。 年纪轻轻就才华横溢，骄傲自信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就是因为你像我，所以我才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去学习。可你呢？你举报我，你跟菲林举报我，再不从事，你就没有回头路了，狗屁！ 坐上了我的位置，拥有了我的名利，抢走了我所有的风头。你现在还要抢走我唯一的妹妹？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做到的。你疯了！你失去的所有东西不是别人夺走的，你以为这是我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第二次机会？ 梁平、裤子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史维聪，你都可以相信他，但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要是再有一次机会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窟窿都补齐，没有人可以拿我怎么样的。我就差这一次机会呀！我的人生就被你毁了，现在该你偿还了，樊书晨。因为我相信史维聪是清白的。 你什么都没有做吗？菲林此事的几千万，钱去了哪儿了？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让我怎么给你第二次机会啊？我如果说我是无辜的，我也是被冤枉的，你信吗？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没有因为钱出卖自己、出卖菲林，我就相信你。 如果你做了，你说又有什么用呢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最后谁是英雄，谁是枭雄，由胜利者来定论。 现在还是不知道。
你究竟错在哪儿了？你真的以为你是因为没有权、没有钱才输的吗？公道自在人心，你去看看你的四周，有人关心你吗？有人真心希望你好吗？有人相信你吗？唯一一个想对你好的人都被你打跑了，他还傻傻的等你回头，只要你回头，他就会跟你走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你都舍得去伤害他？你的人生，就算拥有再多的东西，一眼也是可以看到底的，无非就八个字：众叛亲离，孤家寡人。就算我众叛亲离，最后你一样没有什么好结果。吴宗良，我们俩在同样的位置上，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。我朋友环绕，同事们随时准备为我冲锋。你一有难，所有人都离你而去。我一时有难，却是身边的人都在力证我的清白。你知道你我的结局为何相差如此悬殊吗？其实就差这四个字。